着装准备好，接着幼稚园后面要进行身心的挑战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往前跑往前跑，大小个儿差很多，跑步速度也不一样，但是他们都是我们最勇敢的大秀新兵哦。我们四年级的小朋友也跑得非常的快，每位选手都是以最快的速度跑完全程。心海又开心，感谢我们幼稚园吴佩勋园长、黄丽娟老师的大力带领和指导。在南侧部分是我们四年级团队由徐淑兰老师、王启的四年级个人。尖兵手杠杠为起身要秀，好，加油！看这一波，好的，漂亮，漂亮，往前冲，往前冲！哇，已经跑一半了，厉害，厉害！四年级有个。鞋子掉了，跑完跑完再来捡，这就是最可爱的画面了。